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茄汁洋葱鸡腿。咁呢度有鸡下髀啦，一公斤。咁另外会用到一啲茄汁啦。咁呢个咧系番茄干嚟嘅。咁另外有三个洋葱，同埋会用到少少茄膏嘅，有啲蒜头啦，同埋姜啦。咁我哋俾啲盐省一省嗰啲鸡髀，先醃一醃呢啲雞髀，俾一茶匙嘅鹽，四分一茶匙嘅胡椒粉，一湯匙嘅绍酒，一湯匙嘅油，咁摆雪柜腌佢四个钟，最好咧就可以腌过夜，等佢入味。咁如果你好赶时间，唔腌都可以嘅，但系佢就冇咁入味咯。头先唔记得俾啲姜同埋蒜，先炒一炒呢个洋葱，加一个汤匙嘅水，呢个洋葱炒到香嘅时候咧，就可以拔翻佢出嚟。煎一煎呢个鸡髀，煎到佢咧微黄反转，煎到两面都微黄嘅时候咧，我哋就俾一汤匙嘅绍酒，啊呢个系热水嚟嘅，200毫升嘅热水，咁我呢度系1公升嘅鸡腿啦，咁我俾4汤匙嘅茄汁。2个汤匙嘅茄膏，番茄干啦，咁多少随意，咁我会落5片嘅。2汤匙嘅糖，
小火炆佢五分鐘先，五分鐘我哋再反一反佢。依家就小火炆咗佢五分鐘，咁啊反一反佢。我哋洋葱落去，再炆多五分钟。依家小火就炆咗五分钟。试一试个味，咁我觉得呢个味都好适合。咁而家个汁系多咗少少嘅，开翻大少少个火咧，收一收个汁。我就喜欢有少少汁的，那我觉得收到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。汁咧就似我哋以前读中学嗰时出去食嗰啲饭盒咁。一公斤的雞髀咧，我哋只係食咗一半，仲有一半。